complete 完成了，我男友。你不要给我摆出许纯美的动作。他说如果你觉得我长不好看的话呢，去找别人。谁会在约会的时候那么 mean？ 鱼的口味的喉糖，鱼送他鱼的口味的糖果。欢迎收看 FJ 二三四，我是 Josh。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玩一款游戏，叫做 My Actual Gay Boyfriend， 我的真实的同志男友。然后这款游戏的主旨就是呢，如果你今天单身，想要有男朋友的感觉啊，你就可以玩这款游戏。然后这款游戏同时也会帮你看你适合哪一种个性、哪一种样貌的男友。哎，这款游戏我都还没玩过，那我们一起来玩玩看。好，这款游戏呢，你可以看它背景音乐非常非常电音，非常非常的 gay。Oh my god！ 好，开始 new game 新的游戏。Woo， welcome。What is your name？ Okay， my name is Josh the slut。Yes， 这是我的名字。按我的 rate yourself， 就是看我的个性 rebel， 非常叛逆。个性 very fun， 我 very funny of course， 我应该没有很健康，我很敏感，对我对任何的事情都很敏感，尤其是 body attentive， 4 next smart， 我算 smart 吗？yes， 四颗星 feminine， 我很娘啊 wealthy， 我很有钱，没有，我很穷 caring， 我很喜欢照顾别人 ，OK， 我们的魅力值，我觉得我很有魅力吧，应该是四颗星。Player， 我的头发 brown 啊 blonde， 这个金色，我没有非常白 fair， 我长得是怎样呢 ？Very simple， 我长得非常的普通。Next， 我的 partner， 我喜欢，我喜欢 bad boy 五颗星，我喜欢我喜欢有幽默感的人，我喜欢健康，要健康吗？好 four， 我喜欢five。为什么我喜欢有责任感的人 ？Yes， 一定有责任感，这条件非常非常高。然后我喜欢 smart 的 ，Yeah， 当然 smart， 我喜欢照顾别人的五颗星。我喜欢有钱人吗？应该是吧 ，Four。我喜欢有身材的人，四也可以。Sexy 的话呢 ，OK Four。Physical feature， 我的喜欢的伴，他的头发颜色随便，肤色的话呢，有晒过太阳，Any， 其实我都可以接受。Style， chill 好了 ，appear 就是长得 chill 一点点。要开始的 complete 我完成了，我男友。点他会怎样吗？你不要给我摆出许纯美的动作。Oh my god， 下一位 ，Thank you next。这个好像可以哦。不要再给我许纯美的动作了。下一面一位 ，What is this? Seth 的吗？我要跟 Seth 怎样吗？不要。Next one， Daniel， Daniel 绿色眼睛。你喜欢 party， 我也喜欢 party。他不喜欢 cleaning， 他不喜欢干净的，不行。不要再许纯美了 ，Daniel，next，thank you，next，Bruce， Bruce 长得很像我哎，有吗？Next， Jess， 又重复了，完了，我要在这几个 男生中选一个，对不对？他选哪一个啦？好啦，我选 Daniel 好了，我选 Daniel。进入了 ，Welcome to my home， 欢迎来到我的家 ，Josh the slut。我给他动作，我给他一个赞美的眼神。他说 Thank you， 谢谢我。他说他有一个实力上男朋友，但是他们已经分开了。然后可以干嘛？再给他一个赞美好了。什么意思？好恶心，好诡异的笑。上面应该是我的那个星星，要逗他开心，满分就有。好像有200块，然后一等一颗星。那你在干嘛？我看到他家里。Oops， 你在等他在跳舞。然后还有一个猛男的海报 ，Oh my god， the body and muscle， very attractive， 拉紧，怎么他不要？再给他一个赞美的微笑。他说：“你相信男人都像狗一样，就是用下半身思考吗？”的意思。I believe。再给他一个。insulting，
好了，侮辱他一下看看，说不定他是 SM， 他喜欢 SM， 喜欢被人家侮辱。他说你在开玩笑还是什么意思吗？他有点犹豫。他说你渴吗？我想给你一个水。呀、yeah, ，我要水啊。Yes。你很恶心的微笑，好恶，好可怕。跟他互动一下好了。摸他，啊逗他，我摸他肚子，他就一直笑。打他头嘞。摸他头，摸摸头，摸他的头的。如果摸他的下半身会怎样？他是有点娘，他刚刚这样子哎，弄他下半身。好 ，OK， Daniel， 我看不懂你要干嘛。给他礼物好了，我花100块给他礼物看看好了。啊，什么意思？给他一个礼物，他就会叫这种经济游戏？啊，我给他换一个变装，什么意思？我帮换了一个吸血鬼套装，然后花了100块，又那么丑。我喜欢他穿一般的衣服，好了，不要穿吸血鬼服，不然我会觉得他很可怕。他说：“如果你觉得我长不好看的话呢，去找别人。”谁会在约会的时候那么 mean？ 好过分的人哦！那我要说 good 吗？好了，我说 yes， 我去找别人。嗯，他也没什么反应。他说：“好吧，那就去吧，婊子。”啊，你跳舞很像神经病。Daniel， 你不要再发疯了。送他一个普通的花 ，basic flower。哦，我两星星两等了。Oh, how sweet, I'm always sweet。等等等了，我可以变魔术。他给他一盒薄荷糖。Thank you,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Yes, level up。哦，我们可以有更多动作来看一下。然后接下来要跟他互动，就要付费了。我跟 Daniel 的友情就到这边。再一个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Josh。来，我非常叛对，我这次是一样的，一样的。这次我要换别的。我喜欢，我不喜欢 bad boy， 我喜欢搞笑的人，喜欢健康的人，十分都一样。我喜欢不喜欢聪明的，聪明的好烦哦。就是太聪明了，吵不了架。我喜欢会照顾别人的人，有钱，有线条 ，sexy，OK，、okay, 其他都随便都可以。OK， 来看有谁。哦、oh! ，William， 冲，嗯，这不是跟前面长一样吗 ？Josh， 哦 ，Josh。Roman， 哦，这个长得蛮帅的呢。Roman， Marcus， 哎，不行。William， 中好了，我选他中，看他会怎样啊、哦？哦，他比较有钱。Hello， my name is Sean， it's 非常开心见到你。他说，好，非常开心。好，刚刚做一些动作，给他先给他一个，先侮辱他，先羞辱他。他说：“你是要开玩笑，还是要做，还是要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吗？”他说：“非常开心见到你，好，我过得怎么样？非常不好。嗯，不要为我难过，先送他礼物升级。好，我现在不能超过五等，超过五等就要付钱。给他一个body wash， 好，送他一个 body， 送他一个沐浴。你生气，生什么气？他说你觉得我很臭吗？他可能生气了啦。”送他一个 base， 送他一朵一般的花，他很开心。Oh, so sweet。他问我，我觉得每种酒都闻都尝起来一样吗？我说，对。哦，他说哦，他有品味，对你最有品味。跟他说话，啊、哦，不要再问了。你会跟你的那个前男朋友的前男友约会吗 ？Of course。他不喜欢，你不喜欢哦。再说一个，你凭什么啊？他说你很幸运，因为很多人都梦想只要跟他约会。Bam！ 自以为是哦。好，摸他肚子，一样。哦，蛮帅的哦。舔他，揍他。哦，就给我跳舞。
哦，他昏倒了，他被我揍到昏倒了。OK， 送他一段，送他贵的东西好了啦，烦呢、欸。送他一颗巧克力。嗯，他说巧克力看起来非常非常好吃。他说我的脸应该要在 magazine 上面。嗯哼，我的脸应该要出现在封面杂志上面。送他一个动作，来，给他一个握手。他们只会讲哦 ，you are so sweet。I like how you think，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的想法。Yes。再给他一个动作，用喉糖。哦，他说我们现在可以更亲近了哦，用喉糖之后。OK。再送他一个礼物，鱼的口味的喉糖，鱼送他鱼的口味的糖果 ，fish flavor candy。你不喜欢？Disgusting， 他说很恶心。他说你干嘛给我这种糖果？我们去吃饭吧，才五十块。他说这是非常好的 meal， 这是非常好的食物。他说就是每一分钱都花得非常值得 ，worth every penny。哦，谢谢你帮我拍手。他说就是晚餐非常非常的好。要升等那么快，送你吃个晚餐就让我升等。我来变魔术给他看，变魔术。他说我可以从帽子上拿出一个那个兔子吗？他觉得很无聊。他说 between boyfriend 就 boyfriend 跟 boyfriend 中间就是有一个空间，就是有还保有一段距离吗 ？Yes， 废话，就那小啦，我们当志工好了。他说他不喜欢这个，他不喜欢当志工，好没有良心的一个人。他说他不想要再做一次了。他说我渴吗？我要给要不要给我一杯水？我不要你的水，啊、你还笑？怎么会那么？我不要，不要！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去一个奇怪的屋，拜访奇怪的屋子。他说：“虽然 Sean 不想去，但是我还是说服他去了。然后回来一定会打哈欠。Oh. ”他说：“完全不是他喜欢的东西，你也太难搞了吧！” oh. 给你个， huh? 我再给他一次机会。Sean 这个第二个男朋友怎么难搞啊？互动一下。气死我了！来，再给他一个 activity， 好，捐血可以了吧？他说我现在是捐完血非常非常累，但是我捐血后拿到一个甜甜圈。他说我看起来非常需要钱，我是在开玩笑，不是啊？哦，所以美国捐血是有钱的、哦。Bad。Joe, please！ 哦，怎么有这种人啊？渣男！你可以玩这游戏，就是遇到这种渣男。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在感情中很爱给别人机会，我很容易帮别人找借口。说不定他真的累了，他真的累了，冲真的累了。保龄球，我花30块跟他打保龄球。他说：“哦，他说我们终于有愉快的一天了 ，Joe。”我们那么愉快，嗯，哦，他喜欢运动啦。好了，他说他表现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他就是不常做这个保龄球的工作。我们再去当一次志工，说不定他已经回心转意，觉得我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好，然后 OK 愿意跟我做社会服务。他不喜欢当志工，好吧 ？OK， 打哈欠，嗯 ，Thank you。他不想要再做一次了。Whatever， 他说温柔开心，你选我，我不开心 ，bad， 不开心，所以我现在跟他一直没有生的，所以我们两个没有火花，再给他说一次话。他说我们曾经有没有心碎过？有啊，你没有良心的人，再说一次。他说这是他今天最好的 lucky， 他今天是他的幸运的
还给我昏倒。你看我吐他口水，他就给我站不稳。好，就是游戏做到这边，这游戏太无聊。我 action， 我要跟他，我要跟他分手。Break up。他说他应该知道我叫什么了。我要 leave him。Please give us your rating. Very intense， 这个游戏非常的恼人。好，这就是今天我的约会，我跟两个人约会，我忘记第一个人名字，第二个钟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他在生活中就是个渣男，就是。连演都不想演，连去做志工，说哦好无聊，希望下次不要再做一次。到底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男生呢？你有遇过像钟这种男生吗 ？Oh my god！ 好，如果你喜欢这个游戏的话呢，可以下载玩玩看，然后你可以知道你喜欢怎么样性格的男生。那如果你有看到钟的话呢，千万不要选他哦，拜拜。